为了要让喙齿保健的观念打好基础，中华县政府和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，今仔日伫中华县立体育馆举办2016全国国校学童洁牙观摩。除了让学童了解喙部卫生的重要性，也希望借着这届活动，让小朋友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。这届全国洁牙观摩是第一届刷到中华来办理，拢总有来自15个县市、34支优秀队伍参加比赛。中华牙科医师工会推动60位牙科医师，还有50名志工助力合作活动进行。今年洁牙观摩拢总有分3大项目，分作嘴部卫生常识测验、洗嘴技巧，还有嘴部卫生检查。除了测试学童平常时对嘴部保健的常识，也透过现场接待会所提供的往来塑料后，依据学童对牙线还有洗嘴器的实际操作来评估学童的观念和技巧。2016年的全国国小学童洁牙观摩是在我们彰化举办，这个也是首次由北部移师到我们中部地区 来主办。那这个活动我们有分3个组别，不过这个3个组别等一下那个是会有各种关卡，那这次活动当然是还是 routine 的一个工作，是要把我们全国国小学童的蛀牙率从102年度的60几%一直降到现在的39%左右。那未来希望透过这个观摩的活动，能够把我们学童，尤其我们彰化也算是蛀牙率比较高的一个县市，那我们也只有从偏远地区一直到市区来做这个比赛，地区预赛后，然后参加这个全国的总决赛。那透过这个比赛，把这个种子、这个小尖兵带回到学校去，那让我们的学童能够很注重这个口腔卫生，也降低我们的蛀牙率。中华县政府目前也推动口腔保健政策 Lucky Seven。开办牙科医疗团新中机构驻点，还有巡回医疗卫教服务，鼓励各中小食饭了后洗嘴器，还有嘴部保健活动，帮助学生早日养成正确的嘴器保健观念。新中华新闻台林玲中华采访报道。